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印海荣。说起成都这个城市啊，在今天很多人印象里是一个美食美景、舒适安逸的地方。的确，成都自古就繁荣富庶，气候宜人，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据记载，成都的名字呢，起源于公元前四世纪，那时的蜀王把都城迁到这里，城市慢慢发展起来。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那到了唐朝，成都更是成为全国最为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之一，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当时的都城长安。经济发展，自然文化昌盛。于是呢，唐代诗人皆入蜀。据考证，初唐四杰王阳、卢骆、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这些著名诗人都有过入蜀的经历。安史之乱之后啊，杜甫也来到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建了一座草堂，定居了下来。此时的杜甫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流离失所，成都的安定繁华带给他很大的慰藉，他也深深喜欢上了成都这座城市。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杜甫出门踏春，沿着锦江漫步，这一路上花团锦簇，鸟鸣蝶舞，惹得杜甫诗兴大发，一路赏花，一路作诗，竟一连写了七首。那今天我们读的这首诗呢，便是其中的第六首。江畔独步寻花，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刚才为大家朗读的是诗圣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其六》。杜甫这组诗前面几首写找人喝酒、人没在家、烦恼不堪的小情绪，后来呢又遇见桃花一簇开无主，纠结犹豫应该喜欢哪朵花，直到走到了黄四娘家门口，这心情啊才明朗开阔起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的内容。黄四娘家花满蹊，哎，这黄四娘是谁呢？她是杜甫住在草堂的一位邻居。这句诗说明寻花的地点是在黄四娘家门口的小路上，整条路繁花盛开，开成什么样呢？杜甫立马来了妙句，千朵万朵压枝低。这句里的压和低两个字用得十分贴切，说的是这花啊密密层层，又大又多，沉甸甸的，把枝条都压弯了。花团锦簇，蜂蝶自来。于是下一句，流连戏蝶时时舞。流连这个词用得也很妙，形容蝴蝶飞来飞去，舍不得离开的样子。花可爱，蝴蝶的舞姿也很美妙，不免使漫步的诗人也流连忘返了。不过沉醉花丛的杜甫还没来得及多做停留，就被一阵黄莺的歌声唤醒，于是就有了第四句，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组诗脉络清楚，层次井然，仿佛是一幅寻花地图，规划出一条成都春天的赏花路线。可以说成都毫无疑问是杜甫的宝地。杜甫居住在成都的几年啊，是漂泊一生中难得的安稳时光，他的诗歌创作也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至关重要，因为诗佛王维和诗仙李白相继离世，如果不是杜甫的创作巅峰时期到来，
那么中国文坛很有可能遭遇文化断层的危险。成都为杜甫敞开了怀抱，滋养了他的一颗诗心，杜甫呢也将满腔才情回馈给了成都。他在这里一共创作了200多首诗歌，涉及到成都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了解这座城市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天府之国成都，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历来人才辈出。北宋画家黄居彩就是其中一位。黄居彩擅长画工笔花鸟，他的特色是用笔静挺工稳，精于勾勒，填彩浓厚华丽。今天我们欣赏的这幅黄居彩画作是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山柘集雀图。山柘集雀图描绘的是晚秋时节的溪边小景，最引人注目的是画面里形形色色的鸟类。如果您对中国古画有兴趣，很容易在黄居彩的这幅画里看到他的父亲黄泉写生珍禽图的影子。黄居彩这幅画里对这些鸟禽的姿态位置也做了很好的构思和经营，突出了宾和主的概念。很显然，位于画面下部最前景的这只山柘，它的身份是主，画家将它放在画面的显要位置，将画幅左右撑了个满满当当。这只山柘停在溪水边的一块石头上，伸着脖子，尾巴上扬，它身后的枯木上呢分布着好多只鸟雀，这些鸟雀的身份是宾，它们种类不同，姿势各异，主宾分明，但每一只都被黄居彩描绘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体现了他写实的功力。我们前面提过唐代文人入蜀的历史现象，而成都的绘画艺术啊也受到了这个现象的影响。从唐玄宗入蜀开始，长安以及江南地区大批著名画家也纷纷入蜀，对成都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黄泉和黄居彩父子正是受其影响成长起来的画家。唐末五代时期，成都已经成为全国的绘画艺术中心，再加上全国的优秀诗人汇聚于此，成都这座城市终于迎来了自己艺术上的黄金时期。